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了，1月6号，台北双机场观景台，从澎湖马公机场飞往台北双机场的 AE366 华信航空 AE366 丝竹华虎航客机哦，是 A320 230 A320 200。B50001 的编号，飞机编号 B50001 的那个客机 A366 在台北松山机场滑行哦。耶，台湾虎航的客机。我是华信航空，直飞 AE366 班次啊，澎湖马公机场，好，在双机场停机了，谢谢各位。我下面干嘛？专门坐坐对我们的一句光航片，两个字来讲，拜拜。啊，接单。好，制裁这样，拜拜。15:31，在台北双机场观景台拍摄。是刚刚停机的虎航，台湾虎航班机，然后华信航空直飞的 A 三六六飞机在双机场停机了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